吼、哦、啊，因为阮遮总常委、总评委啦，吼、哦，对啊，阮遮评委这位吼、哦，大家吼、哦、拢是拍炮啊，吼、哦，也双手赞成提名王章堂，伫咱嘉义县县长的连任的提名，啊，搁兼连任当选安尼。嘉义县吼是做了真好啦，吼、哦，会使历史以来吼、哦，嘉义县的县长吼、哦、做了第一好的、第一名、上介好的县长，认真拍拼，哦，啊，搁有创意吼。哦啊，搁有少年辈的迄个理念，无论是老人嘛拢甲支持啦吼，啊是讲少年人嘛拢甲支持王章良，因为阮张甲二位陈明文出去走庄卡吼，大家拢认同王章良县长连任，所以阮这评委这位嘛是讲吼、哦，要甲县长的迄个提名连任，大家无声音，大家拢赞成。是奉那个选队会之命协调小组到嘉义县党部啊，来征询我们县党部的各位干部的对于翁章良连任县长的意见。那刚刚会中主委说明了之后，我们的执评委一致热烈的表示，希望党中央能尽快征召翁章良啊参选下一届的县长，应该就会在那个3月2号，好、会那个有个结果，对，会征召宣布，对对对对，3月2号是中执会 ，OK， 会提报给中执会通过 ，OK， 我们会提报给中执会，好。